继续拆快递啊，外边又下雨了，今天这沈阳天天有雨。到了一箱全书的青汁，一箱的话是五盒，29.9块发五盒啊，五盒全书的酵素青汁啊，一盒里边是20条，这种一小条一小条的，然后29.9是发五盒啊，需要的去拍吧。然后我来冲一杯青汁，怎么冲啊？每次冲的时候拿出一包，冲一包就行，每天坚持早中晚喝3次就可以了。然后呢要用温热水去冲服，50度以下的温热水，不要用太开的水啊，太开的水它会破坏青汁里边的营养成分，所以说用温热水冲服就可以了。如果实在没有热水哈，可以用常温的矿泉水也可以。青汁的话呢，我们早上可以空腹去喝一杯，大口大口喝，有助于润肠通便，促进肠道蠕动。中午可以选择在餐前喝，晚上也是一样的，每天坚持去喝，效果会更好啊。如果说不爱吃蔬菜水果的，我们也可以喝青汁，经常喝呢可以补充身体里所需要的一些微量元素啊。这款青汁啊可以干吃，干吃起来这款青汁是微微甜的，因为里边它有果蔬的成分。冲水喝的话呢，味道也是淡淡的啊，不是特别的浓，淡淡的青草味，淡淡的抹茶味啊。干杯。